直接就想再来一遍，对不对？太爽，太爽！所以现在祝贺你，祝贺你，
不够精细，对，我觉得可能我们还需要再热情点，我们应该是应该再热情点，现场的观众热情点，然后我们 Live Set 也更热情，对不对？更加热情点，今天第二场一定会更加的更加的棒，对不对？好，龙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应该都有发现，我们在台上之后有点舍不得走，就是可以多挥几下手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就是多来几下。今天很开心又见到这么多 DJ 姐，真的很感谢你们来看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龙龙。队长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其实昨天是我们的第一场，也是我们训练了这么久第一次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。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，我们有哪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有哪一些是要继续保持的地方。然后今天也会争取在更多的细节、更多的舞台表演的部分，为你们做到最好。哇，谢谢我们完美主义的队长啊，追求每个细节的完美。晨晨，分享一下。昨天都玩得很开心，是吧？对吧？啊，我。昨天那个子怡的那个表白来的太早了，绝对久久挥散不去，那个视频已经看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很开心今天又能跟你们见面，对，希望我们能做的比上一次更好，是比上一次更好。燕俊，第一次，所以其实蛮紧张。